一见钟情，生死相许。你愿意等我从军中载誉而归，将你迎娶吗？我愿意。兄长何爱，反目成仇。你心心念念的贺兰名誉，从今天晚上起，你就要叫他往早了。为了夺走属于我的一切，你真是无所不用。能与我生死相依之，只有程旭。若你真敢背叛我，就别怪我不顾兄弟之情。11月12日晚间9点，中天娱乐台，长安诺。